哎，我想说，我今天看能不能把房子完工。哎，我在想说要干嘛？明天要去干抓兔嘛？子啊！你不是要明抓天兔子呢？吗？哦，明天哦，对耶。对啊，我是哇，有没有想看到啦，明就天。是好像很多人也没有在那个嘛，雨林那边祭典。雨林哇，还没有点，对啊，上次就都是是，往别的地方跑。对啊，就是往雨林那边嘛，去祭个典，然后再往上走。对啊，也应该就这样可吧。以啊。然后要去可以六帮楼。我挖石头吗？可我啊，有超什么缺不石头，一直都超缺。可？好的哟。啊，至少这个城堡的雏形出来了。石头，对啊，这是铁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村长面具已经快爆了。那其实我那时候戴面具，我不小心丢了一个，然后我好像又是路上捡的，又拿一个，啊 反正长一样就好了。朋友。柯南的后家有副本，哪个位置啊？后家有副本了、后家，L，加后，左边、右边、上面、下面。后哦。家，又你是进说去哪房子边？里面吗？晚上好。哎，铁还需要吗？铁还好，比较缺石头。这是谁的大象？跟我走。嘣大嘣！篷车大象，你的吧？大象不是，都不是我的，我哦，记得只帮别人做而已，我自快己还没门，有。来接我，跟我走。外面盖。哎，我后啊，来什么？我把那个哎。所有像素的那个。升到满了，他说最大值有的，满哦，对，我就好几奇等嘛，啊？我现在看吗？也是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好啊，你方反便的正那话，么轻松，看看哦，然后后来我最后那个 第一阶的那种作物，我全部盖那个绿色南瓜吧，它是绿色南瓜，我以为是西瓜哎，那是西瓜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太小了。反正就最后一项嘛。对，阿伟全部盖了，反正后面都是干，通通都是，然看一后下啊，观众不懂我们在聊什么游戏了对，吗？没事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像素最大是50，普通橡果49，鸟巢24，蜂窝16，金色橡果12，好的，好的，因为你知道，我那时候想说，我怕那个橡果嗯。点会消失，我就都一直没升，我都在哦，升其他东西。哎，我懂，每次升一个就要找半天。我还想说要不要开新的存档，就是我都不升，我都不，我只升像那个就是像素的那个东西就好，有没有？都靠那个生存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都，就是你那个扩越大越长的话啊，不是那些也越难收集嘛，要走超级对远啊。的，对吧？大象是发发跟哈记的哦，我感觉是哈记的，没事，跟他借一下。啊，车子不要刮花多好。没有人会知道的。对。哎，人先摆生很想多要东过得西。去，
头上 BG 加点绿啊。哎、欸，还是什么？生活若想过得去，头顶必须加点绿。那人生也是过得很精彩。哎，哪种绿就不知道了啦。哎 ，Bobo 吧，你看他都钻石了，欧正钻石哎、欸。他是五场。对，现在改成五场，不是七场了。开局五场、哦，他开局五场钻哦。对啊。好强哦，那代表他之前的积分都很高、欸。分很高、啊，不，他这一次中的很大、啊。我前一个赛、欸、我上一个赛季没打，我是前一个赛季有打，为什么？然后我上一个赛季是金五还金四，我也是金，就是那时候跟那个哎呀，突然忘记他名字哭啊，JT， 就是你那位朋友，对，跟他打，然后有就上金。按这一次哎、欸，后来我都没玩啊。哎、啊，没有没有，你等一下有空去打开，因为他这一季，他说暴雪最佛心的一次，有人那个白金直接好像那个送到宗师吧，还是钻石直接上宗师？对啊，他说暴雪佛心的一次，赶快上线来看看。飞米安安，感谢朵内。啊！这要卡到地图四窟啊！把地图四拆了，是因为我现在梁柱，我在想要怎么塞，是已经又感觉一定要卡到地图四。哦，对，没开皮丢东西不会怎样，这游戏会卡、就是、不能开啦，就是浪费你们的点数。对。何止浪费点数，浪费别人的忠诚点啊！我要跟团团一样写那个有开皮再兑换，不然就是浪费、哦。我现在去改一下好了，真的丢水沟了，不会啦！我等一下，如果有加开，我补给你。哎、欸，只是比较好奇，为什么就是那个忠诚点数不能我们自己给？哦，对啊，欸、以前有个类似忠诚点数的东西可以给你知道吗？欸，什么东西？现在有掉宝欸，现在有吗？不是就兔子的吗？不是有新的，好像火把的东西。我刚打开看到我自己有掉宝，这台可以挂掉宝吗？我看一下，没错、啊，现在有吗？我怎么没看到掉宝奖励？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哎、欸，你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你有看到吧？没看到哎、欸。咦 ？Bop， 观赏一小时即可领取 BLOOD Bro 的什么东西？感觉是锤子哎、欸，血水金锤，也、欸、是锤子哎、欸。哎、oh. 欸，该挂起来了吧？虽然没玩的，嘿。血水金锤。对啊，现在有的那个吗？他好像是小锤吧，因为 我通行证是拿大锤。哦，他是小锤，单手小锤、欸。可是为什么我这边不能开 drop 啊？啊，欸有吧、欸？我看你的台可以，但是我台怎么好像没有、嗯？你之前有开吗？之前兔子那时候还是一直以来都没有，那时候我没有开。我不知道怎么开，我帮你来看我台好了，不要开了，去让他看我台。看一下我的啦，拜托啦！我在挂你的台，要帮我打字。表情符号，忠诚点数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反正你知道，就是像我不是有用你那个贴图吗？那个贴图？嘲讽脸的。啊？哪个？就这个啊！你知道它可以标记会师哎、欸？哦，对啊，它就是有那个。等一下，你贴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突然、哦、我贴我自己的聊天室啦。你等一下，我刚重整了一下这个卡。你让我刚刚进来前、哦、啊，我重整了。你刚刚说有贴图，我重整了一下。嘿，标记会师怎么标？哦，他可以标哎、欸，但是要对方允许。哦，他不是有那个吗？一个什么会师的头像还是什么的？对，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哦。对，有挂号，有开 VP 才能用。水果用啊？怎么开掉宝啊？你这个掉宝怎么开吗？
啊，不就是去掉宝宫的那边找那个柯南的，是吗？对啊，所有活动找柯南是不是？嗯，因为之前有个兔子的啊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啊，不然就是连接自己弄就好。它要连接哦，对，要连接，很快啦，5分钟内吧。我现在很忙哎、欸，要看三个台。一个我的，一个你的，一个安妮的。配对奖励。不是，我不知道看别人台。所以是我哭啊。嗯。所以我在游戏的登录那边就要先连哦。哦，对。我推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这样你们是不是看到画面啊？会耶，我先关一下画面。I say na。嘟嘟嘟。大象会踩东西吗？它不会。你是说脚的踩是用手的踩？这不是 ARK。你已经跟退群连接了。好，开启设定网页是怎样？九九，这样有吗？请问有掉宝了吗？有的话跟我说一声。那你要先关掉我这边才能知道你那边没有哎、欸。关你的聊天室上面會出現、欸、有了，有掉宝了，有掉宝了。好，可以挂自己台。那我要掉宝开放中，但是可以做魔像采木头跟铁。哎，我在想，魔像可以采木头，嘿，可以。就我们现在那一只魔像是采尸体的，嗯，那就我们可以先那来搞一个啊，对啊。魔像这么秋、喔，魔像不是新的东西吗？算新的啊，这几个版本更新的。嗯，不是我们家嘞。哦，位置太好看，认不出来是不是？梁柱，先放地图是我在想要怎么放好了。嗨，一杰安。啊，节约那些路会倒，躺地哦。他们死了、欸，哦，已经死了，北七。日食啊，节约什么？爱的石头要放哪里？就直接烧，直接烧，然后我要烧成硬砖。烧丢熔炉哦。丢熔炉直接烧就好了。丢熔炉直接烧。谢追谢追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不是、欸、这边梁柱在什么地呀、啊？地图是真的很大路、啊。乖乖乖乖乖。上岗上岗。橘色，颜色。其实我在想，不立梁柱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其实我没有发生过哎。不立梁柱是什么？就是，房子不是都会有要柱子吗？呵呵呵，要柱子、哦、会垮、啊。就是它是怎样的垮？就是，我没有垮过，我不知道。欸、小雨洞，这是小雨吧？小雨洞了，站起来，他没有睡着，哎，那应该是，那他在吧？哦，挥手，
哦吼吼，奇怪，熔炉然后就这样，盖屋顶。那你怎么盖呀？烧。哎，怎么没有高热熔高热效熔炉怎么烧不了啊？怎么了？要烧什么？你不知道烧石头？石头放上去它就变砖块啊，啊砖块再加那个巩固物就会变硬砖啊。你看，我怎么丢进去没有用？你要自己启动啊。哦，上面的播放键要按是不是？对，上面播放键要自己按。哦，啊自动播放啊。你说侦测到音乐了，要播放喽。对啊。没开火，对不起。就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在外面打杂的。猫咪，猫咪，猫咪，你在哪？猫咪，我又盖到哪里去了？手不要伸进去，很危险。很奇怪。那跟墙位有差吗？嗯，那我的马怎么不见了？二宝，二宝不是。paper 追随者，哦哟，是不天啊，太多追随者了，找不到。就我在想说，有些是不是太旧的，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弄死？哎，我本来想这样子啊。啊，有人记得我上次的老虎叫什么吗？还是就叫老虎。像哦。能做啦，可是我看一下要什么素材。他们是说要从石头开始做起，是不是？做什么？是石像的部件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要升上去。欸？我好像不用欸。为什么？DLC？对啊，你帮我看。你可以来工作台这边看一下哦。来来来，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的合成配方关系还是……你帮我看，是我的啊，母老虎这我的，哎，你帮我看有没有个什么铁矿扎手护者躯干？铁矿扎手护者躯干有吗？铁矿，铁字。我应该从我的先祖知识应该知道我学了什么了。没有，只有铁字哎，结晶铁字十字。赛季的吗？因为我在想是不是赛季的。没有啊，我就是十字嘛，结晶跟铁字，没有什么爆炸。哦，对，铁矿渣是我自己拥有的。嗯，你知道它配方它是不用生的，它就是可以直接做出来的。怎么做这个啊？这我们要的是好吧？原来是因为小雨怕的这个东西在这边，所以不敢啊、哦。走走走，小老虎，我们走。是啊，我的狗狗了嘞，母老虎，来来来。上岗。啊，不是我的赤兔嘞，
追随者。哦，你看，赤兔正在回家，狗狗罗正在回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可能他们也住的点吧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什么老虎？那我做铁矿渣的哦、喔。你做啊？我看能不能做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在这，然后啊，我可以开创造吗？怎么了？我他的点超奇妙的哎、欸。那如果很远就过去拉，是还好吧？好好好。是我们上次去打那个竞技场那个有毒蛇的那个地方哦。啊，会不会那时候停车停在那里？设定有多了血水晶吗？好像那时候都在小鱼身上。这里有好112个，好像就那么多哎、欸。看一下哦、喔，钢加固物。然后下戏。繁星，你的赤兔正在回家，表示他们卡在某个地带，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自己回家。在这啦，那时候停在这边啊。我走走。加固巩固。然后这是家里。我刚刚想说奇怪，这个头像不是追随者头像吗？哦喽，你在这？追踪。我记得那时候停好车啊，好奇怪。你的老虎在小雨的隔壁，粉粉的，对他就是啊，在讨厌的人面前会特别的显眼。哪里？我们家嘞？这里，过来。哦，我看到一个巨蜥，然后双手开开，躺在那。啊！双手开开，这是准备投胎。哎，狗狗喽，我们这边。你要退役了，然后我们走。哎，你练的。欸，吃什么加什么可以看得到吗？好像是我之前是直接去查维基哦。欸，看你怎么没有东西吃。看，等一下我去偷个我自己的油。欸，偷油。啊，看资讯吧，我记得。统计资料。哦不，这只小老虎会加到灵活、哦，活力啦，灵活什么？活力，哎、欸，好不错哎、欸，加血量的、欸。然后吃什么肉？记资料，双手铁巨斧。所以小雨才不开台嘛？我应该是哦，可能吧，他只是可能就用自己的东西而已吧。没有啦，他是说那刚刚是老虎在旁边呢、啊。哦，
双手铁巨斧。欸，我能做这东西吗？双手铁巨斧，双手铁巨斧怎么做？原来是我是一个87，我不会铁匠做台。双手铁锯，我查 CON Excel。EXNANEX， 然后来打宠物能力嘛。看看哦。他怎么会找到鼻涕兽？吃什么？嗯，小雪安安，哦，奴隶，到另一个吗？不打专做献祭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嗯嗯嗯，看看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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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附加角色生物，奴隶。我附魔武器，对，我想等小雨，结果小雨不在。想说我上礼拜没有，因为断线嘛，没附到武器什么的。然后想说等小雨再好好一次问他。他今天不在，他今天不在。哎、欸，你在哦，你要不要来？快点啊，我把你压在你身上的粉色老虎带走了。需要附魔吗？对啊，还有杰克有些东西要来问你，晚点才开哦。好，没事，等你。我在看啊，你先继续，你先继续。我只是在找我要的东西而已。我也只是在看说吃什么会加什么。你有事哦？你有要附魔的东西吗？我锤子啊，我锤子也还没附魔啊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忙，你先忙。我慢慢来，我在看老虎要吃什么。光，什么？因为我要做一个那个他们可以挖矿的那个，挖木头的那个斧头，可是我做不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你说那个叫双什么？双手铁巨斧。双手铁巨斧，双手，双手。先做之前的试试看好了，还是只有以前的铁匠可以做？双手，还真的嘞，啊，要低阶的哦，哇，旧的才能做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既然高级的不能做低阶的东西，别搞了，真的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我的这只隔壁的母老虎，就是在你的角色旁边，就那时候以为你已经上线了，因为你的角色是站起来的，其他人都是睡着的。我说：“欸，小雨，欸，棒，看不出来，这只老虎你要吃什么？欸，不对啊。”
小雨在动欸。啊哒哒哒哒哒哒！老虎老虎，你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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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两只老虎，看哪一只跑得快、啊？真的，他直接冲欸！啊，你过来！空手铁巨斧，行为好，不攻击。不会只有十字的能用铁巨斧吧？可以更改合成方吗？他都写铁矿渣，为什么？还是这样子，哦，一样能合。啊，他会自主收获木材，太棒了吧！主播都喜欢穿这个，欸，清凉欸，真那么热。他看起来好帅哦，嗯，走出来了，对啊，他要跑去挖木头了，啊，先跟我走，我看他到底会不会挖，人类，人类，啊，他怎么卡住？太大是不是？能拉吗？应该是能拉啦。不行欸。能吗？哦，有有有有有。拉走了，拉走了。哇，太帅了吧！你给我去挖木头。好，我让他不要追踪我，他自己去挖。去。啊、他会放哪里啊？侦查。那侦查哎、欸，追踪统计。喂。有，我刚放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有要去挖木头的意思，但现在又没有了。喂、欸，我换位置。哦，你在他侦测的物品上面放个木头，侦测物品，哎有哎、欸哦，你看他那个界面，你看他界面，你点开他界面，他底下有说要收获什么？哦哦哦哦哦，对、啊、你帮我拿这个，哎嘿干他，他在敲木头哎、欸，哦哦哦。可是他好像就放在身上哦，对，他好像就放在身上，自主收获木头、啊，然后嘞，你就只挖那颗，嗯，你就只挖那颗，哎，他是带着走的那种啊。没呢，
还是要把它放在那种木头超多的地方才合适啊。啊，绿洲这边啊。绿洲。这里吧，放在这里看看。有了有了。哦，他砍了，他砍了。物质能升级哦，升级能干嘛？更肉，太远，把他过来，去，啊，就发放着吧。我操，我还会打架。哦，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就好卡哦。他之前没有啊，之前我们在玩的时候，不就是守卫都很卡吗？对啊，无差别格斗，挑战。我再去做一只挖矿的。羊疯了是不是？这个哎，有岩石的，上次有人就做好了耶，石头的。有啊，那个那时候好像阿旺吧，阿旺那边研究。那我就直接做出来了。嗯，哇，太帅了吧！巨人，我是打了。要放哪里啊？放这只铁矿跟石头中间好了。可是你不知道它侦测范围到底多大啊？你是怕说它会走散吗？没有，它应该是站在定点，然后附近采收这样子。帮我收这两个。嗯。有了有了。三、四、五，他挖一个铁要五下。这是呈现自动化啦，但是就是要长时间在线上才有比较有感啊。就放着就有资源是还不错啦。嗯，但是把他那个侦测距离拉到最长了，他就可以跑超远了。魔像比较笨拙，不要这样。不然你给我跑起来啊！不要你跑起来。哇，远远就看到我光了，太好了。你要把它丢在上面哦。没有啊，我把它放在这里啊，反正它底下都要踩一阵子了。来，再回来看它。老虎攻击。然后大象被打的声音，不考虑带老虎去奴隶区打声音，我怕死掉啊！你好像可以在家里把它按停止，然后奇葩就好，出去打就好，我自己打啊。那边有小雨，过来老虎，过来，啊，过来啊！
唯一没腐化的，没有啊，很多人都没腐化啊。我现在也没腐化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要盖房子，我不能腐化。此处不能有奴仆。可恶的，过来啦！小老虎过来，完蛋了。还有一个采收的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等一下不能咬人哦，因为攻击。采收，好像就这四个哎。战斗，然后割草的，然后砍木头的，跟挖石头的。可以来吸趴了。猫咪耶。这小雨好像是这样，猫你过来，回来。看你这只猫，石头了吧？你不可以因为小雨把你打扮得这样子。就一直去咬人呢、欸，过来！有人放鱼龙，好。鱼龙小雨放的、啊，白痴，那个石像在跳舞啊啊，折舞吗？对，是木头的那只吗？对对，他可以设定我，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有姿势动作？然后哪里？你按一啊，他的行为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哎、欸，好悲。我想说哎。欸没有跳十五啊，刷班什么事情？三扇子啊，三扇子。哦，哈哈，他是没事干的吗？没事干啊。你看，哇，他侦测范围好近哦，好短哦。喂，能不能行为长一点？多拉最长好了。追逐距离。最长，我以为他是做完，就是挖完木头之后，然后没事干那边跳舞。到哎、欸，东西满了，没有啊，没有满啊，他才挖一点点。给我工作，这猫怎么办啊？可恶！哇、哦！可以放在人家身上。你是谁？不省人事。你、嗯。挖矿应该还没挖完吧？看起来挖蛮久的啦。哦，那个在地上华丽的是发发、哦。行为，刚搞破了，
没事，我有硬化钢镐。像越好材质做的东西，采收会越多、啊。哦。哇，被猫咪扑过家了齁。小猫咪还是大猫咪？大猫咪。被猫咪扑了。被燎原之力。大片往回去，还有一个小时，我究竟能不能盖完呢？哦，对，你在盖房子哦。对啊，这主要是一直缺材料，很尴尬。你那个大箱子有自动整理吗？是大，就是你要什么，你用搜寻的、啊。哦，好吧。马上，马上，找一下哦，制药台，丢进去，满了。什么里面有猫？也满了。哎，换位置啊，不然放在中间有点给喽。哦，对耶，猫放这好。哎呦，开个门。猫放保险箱怎么了吗？放保险箱怎么了？
对吧、啊？怎么了吗？里面已经有两只了、欸，哎、欸，第三只，哎、欸，有四只，哎、欸、，nice， 巫师头骨，哦、风化头，哈哈，又缺硬砖，哈哈。走了，走了。是谁？想说猫有食宿时间到时，你可能烧猫的尸体。你说不摆出来会死掉、哦，是吗？哦。可是那个时间也超久呢，还好吧。中，中。走走。大敞篷车，猫咪是蜜蜂放的，那就好啦。我还担心说会有人说什么，是谁在虐猫啊？还好。哦，是放身上齁，然后所以放冰箱没事，那就好了。挖矿挖矿，不会。太阳好刺眼啊！有人一直在看那个天上。放冰箱，你没看到吗？超大保险柜。掉下去，啊，对啦，喝水，喝水。
盖个房子，真的会东缺西缺。啊，房子？对啊，我就开始缺材料了，缺 A 又缺 B。有冰箱没差啊，因为我们卤肉也会拿去磨成那什么浓水哦。哦，浓水不能压成汁。对啊。看那个家猫跑来屋顶玩啊！很开心呢、欸。加固。远看应该还不错吧，这个房子啊，没机会看到欸，老实讲，没机会看到什么意思？然后，下意识不会抬头看啊，会先直接看门在哪里。远看走回来的时候，虫不留吗？虫有很多了。啊、你是什么东西？快跑快跑，大敞篷车快跑。呀、啊、我猜错地方哭啊。听到骨折声音，脚语吧，大声的、欸、超大声的。哇，你的敞篷车差点死欸。我的吗？对啊。怎么？他怎么了？大家出去挖矿啊。但20等欸，他应该很硬吧？大篷车犀牛吗？对啊，他不是两等啊？还在没？哦，你应该要带另一只，快20等的。哦。我想说，他也出去过很多次，应该不会死。带错只，带到宝宝。那请叫他小敞篷车。再烧。可以会动，对啊，他只是还没开台而已啊。
那是个宝宝。我想说，奇怪，追随者等级提升是什么意思？像工作的，哦哟，远远看还不错，就是那种里面有宝物可以让人偷的东西。该是偷东西吗？会装水袋的。厉害。哎，哦哟 ，Very good。把床放都放在三楼。哎，魔像不做事啊，魔像。又要跳舞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他卡在石头上面动不了。哦，你是在吹啥小？剪哦，剪什么？我看到地上的小石头会突然不见，物件啊，直接捡起来，没有敲。哦，你丢石头看看。不是不是不丢，就是这种小石头。哦，它靠近就直接捡起来了。它是卡很久了是不是？它刚刚是卡在那种石头尖尖的上面下不来啊。这东西真的是还要优化呀！你看他奴仆类的都很容易卡住，然后就卡死。我看那个魔像写正在回家。你看就哎呦呦呦呦呦。满了吗？干！香中香。哎、欸，你们捡起来了！
么大的石头你不敲？开西呀、啊！我喜欢敲小石头。感觉很慢，那就放着啊。你就把它想成就是，你放着它就会有，你就有资源了，对吧、啊？你不要去想着它要踩多快啊，放着就好。在盖天花板的东西，在看自己的库，获得掉宝了啊！马上领取。太好了，因为现在就可以看得到嘛，应该就有锤子了吧？哪座啊？血晶锤。哪儿？野将夫，功夫夫，功夫夫。嗯，抓日子或月食啊？水血就分不太出来是月还是日。是要重开游戏吧？啊，我不想开，开了怕出事。我现在开这个游戏，我要提早验证，怕它爆掉。它总共有1069个，要验证。压榨的啊！知道玻璃瓶去哪做吗？不知道。好诶、欸。
找不到铸造桌，铸造桌长怎样？魔器要先做模具，完了都没在做的。请问模具要在哪做？你会不会没盖？我有在想，因为我记得那个就是有个模子的工作台，不是吗？没盖吧？我没有所有东西都盖出来，需要的才盖出来。铸造桌，嗯。工作台应该没盖哦。你好了吗？我怎么了？你要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啦，小雨。哎，什么都问他。铸造，铸造，对，没有哎。造桌，没学。是。那要从下桌拉到上哦。然后嘞，烧瓶，再放那个吗？玻璃进去。玻璃，盖东西已经红色了，我这很危险啊！你试试看啊！你不是没看过？不是没看过，我是怕整栋垮啦。整栋不会啦。它是怎样垮？啊，就是它会从那些红色、黄色的开始倒啊，绿色的肯定是不会的啊。啊，那我们都黄色哎，好危哦！然后呢？玻璃瓶。兔兔欸。味道奇怪的宠物饲料。啊！等一下。我的图纸怎么太重了？哎呦，好难！不过盖上去没事就是没事了吧？嗯，
应该吧，我不知道啊，没有盖坏过，那时候快爆的时候赶快盖那个梁柱啊。这我看它一直是红色耶，好危险的呀。感觉是放这啊，怎么会没有玻璃？还是我是白痴，我没有血。不盖了，不盖了，不盖了，就这样了。我怕了。没血啦！哦，那怎么凹进来的？这样好难对哦。不是，我就是需要知道要血瓶，我才做玻璃瓶啊，哥。水晶这个。你很棒哎，这不愧是我盖的。这样盖不了了，我应该不盖了吧？就这样了吧，完工了。个人哦，声音应该不是房子裂掉的声音吧？嗯，害怕哎、欸，像掉，很像东西碎掉的声音。
这楼的柱子太少。哇，很秋哎、欸！掉下来没有了，哇，你还想再加高是不是？没有，不，没有，我原本就是要盖到这个高度。啊、嗯，这刚刚我一直它在闪红，我很怕。嗯，我看看哈，拿锤子是不是看得到？看不到。你说三楼睡觉、哦？床都在三楼。哇，地图树。哦、嗯。要不要先睡啊？不然你没有记录点。要啊。变这边。谁睡哪里？一二三四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都按照顺序。哦，有血。五人是谁？谁谁？哦。都是谁啊？这又完工了。读书吗？还是啊？关个电风扇，好冷。你平时写是努力的写，嘿，我们知道。好了，不用再烧砖了。不用烧了、哦，盖完了，盖完就不用烧了。哎，啊，我要回去点能力值了。哈哈哈，转职了。哎、欸，你刚刚 有什么台子要做吗？哎、欸，做了一个而已啊。哦，就这个啊。我要去找铸造台的工匠。等一下放哪里？这边好挤哦，这想怎么敲、啊？对，不够大，要再更大，把一个铁箱搬来这里。看来我们就是我们把建筑物拆掉，他们要睡办公桌。好像是哈基在那个位置，我动不了他。嗯，应该就这样了。
哇！他摔下来是变痛了啊，轻轻摔而已。对啊，其实魔像你挂一整天睡觉回来还是很多的啦。他会满啊，他又不会说他把你放到什么箱子去之类的。无法移动此物，无行为，无法移动此物。唉，还以为可以在砍木头身上放芦荟跟植物纤维。没有，那要另一个。哦。有另一个是挖草的。挖草。挖草，挖草。先去洗点，把我的点数吸回来。好像是力量活力。权威点满是给什么东西啊？权威点满不是可以多带一个吗？不是有他不是有一个什么画的话是给什么啊？啊？画？什么画？权威的符画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点符画啊。哦。哎喂。哎喂。重啊！铁匠这么重，它是大屁屁的，是什么啊？从刚开始看到它。可以猎豹吗？是欸。棒哦。我有一个酷酷的东西欸。啊。黑暗妙药。啊？那个干嘛？好像是通行证的。哦。啊，那个不就是吃了会身边起雾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它是黑暗的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可能身边黑暗之类的哦。喝过，明天喝啊。喝哦。明天再喝啊。我喝了一罐，没有，我有五罐。哦。你们周围是黑的吗？我没有啊。啊，那我自己全黑。没有啦，我在很远的地方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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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虎，我们走，老虎，我们走。
不是老虎，还只是个孩子，不要欺负他。哇，凉了。老虎凉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干，你不要打他，你不要打他，你不要打他。白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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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我一点刚那个。但是敲得很快，他没神智。阿兹 K T， 我的老虎嘞！是不是沙尘暴啊？是。你现在才出来，臭老虎！养我吗？不是，他卡在水池，以为他死了，然后他是卡在水池边不动，然后乌龟打死了才出现。哦，这好多乌龟哦。扑他！哇哦！我刚以为我会凉掉，你知道吗？往这走，好黑。晚上，点满的话要六十。这是假的哦。
融化过后可以叫恶魔出来打。恶魔，我有听说，我想说试试看，因为小雨他们好像都没有点满。嗯。嗯，放哪里耶？放哪里耶？放哪里耶？怎么吃东西的声音是你吗？我在外面那个献祭边啊。哦，有那么大声哦？嗯。我怎么喵喵喵喵？献祭的。打起来有一堆人呢、欸。我我我我我我我，你行吗？你行吗？你行吗？不太行，被围殴了。不太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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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太行。开打吗？拿着盾好了。拿桥，然后敲我。你打我，我扛。倒没体力的、啊，这我敲一下，快敲不了了，命敲了命都快没了。都腐化了，先点。小雨试过了哦，很激烈 哦。他说一个不受控制的恶魔实体有机会出现，嗯，以临时攻击你的敌人。那我们蛮微妙的。奶妈，要看奶妈跳舞。那时候我没看到恶魔哎，可恶。反正就是小雨那时候在打那个吧，打。打奴隶的时候跑出来的，啊！怎么小雨的奴？小雨的追随者少一个了。哦，被卡住了。这样点耐力好少哦，好不太好哎。阿旺奶妈不死了，我想说还有其他舞者啊。那个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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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重点好了，不然再重点。你抓到一个传奇舞者，你要不要通话？小雨抓到传奇舞者。跳起来！等等十点。
银车这边有个舞者，哎、欸，对耶，难怪，是他吧？不是，你嘞？哦，是，嗯。那、啊、这样肯定是舞者吧？哎、欸，怎么没孵化？啊，我清掉了。哦。嗯。我也忘记我之前怎么点了。啊！量满，然后一专业知识吗？听到敲头的声音了。哇，怎么那么难敲、啊？现在是在杀哟！我是需要敲人啦。都是鼠翘翘的。要一直都要杀吗？警卫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看你直接是要直接打掉，不是，而不是把它敲晕。嘿，帅哥。打不赢，越来越大。一抛手脚。哇，他盾牌很帅耶！安吗？还好吧。啊，还好吗？
Did you see that?我要敲，我都要敲好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他们变得好难敲哦、喔。这主要是权威的关系啊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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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了够了够了，会死会死！拿盾了。哇，这只真的很难晕欸。那结果只是拿来当素材而已。铁质粗管。短棍，铁质，这是铁质啦，抛起来很慢。不换敲晕棒吗？啊，这个是敲晕棒啊！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小鱼要干嘛，跟着来看而已啊。他想屠村，我来蹭经验啊。高级的没错啊，短棍哦。游格大祭司那边有一个刚制出短棍啊。没有，尤格那边有一个信徒短棍，不一样。我们可以在虐待者工作台，虐待者台。我知道小雨是拿进阶的啊，钢木板马神。这一批带回去了吗？
是蛮好做的，钢木木树根，然后就可以做那个钢制的。当这个空啊买。哎，帮我走啊！没事啊，我要行做伴。在哪？嗯，努力着。哦喂，对对对，就这一把。悄悄看，你要附魔啊？附魔怎么附啊？其实我还没附过。我就不知道啊。十点小雨就说好了。然后我十点有事。哦。那我就之后再去。有吗？有感吗？差不多，一样难敲。哎，真的哎，一样难敲。有哎，你比较大哥哎。因为他是三阶的关系，二阶三阶关系。这才比较难敲吧？装备吗？抗打晕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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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在他被杀之前交晕他。有，我们会赢。他们打蛮少的。帅哥，让我瞧瞧，运气不啊？老虎，你接过老虎？嗯，有一位帅哥哦。修补桌，你看，修补桌，不是，哎，这个吧，这不是修东西的吗？
笨重度成这个是不是？嗯 ，Hello， 嗨，是笨重度成那个东西吗？来，你要用附魔是不是？对。对啊，那个附魔有很多不一样的。你如果是要击晕的话，是有一个是什么？我先做好的那个盾武器配件，进阶盾武器配件。哎，在哪？在台子里面。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有吧？有吗？有啊。哪一个？在油的右边。啊，是因为我没有点姿势吗？啊，没有血，应该还是会有吧。我没看到，哦，那一片哦，就一个圆柱体那个。呵呵呵，啊，它怎么用？你把它拿起来放到你要喝的道具上面就好了，放上去就好了。啊，你原本的那个道具要是满耐久。杰克有没有听到？满耐久。然后你的武器旁边就会变成紫紫亮亮的。哦，杰克要再做一把了。是在哪做啊？那个就是这个啊，修补匠的工作台做。啊，你如果要学的话，是知识的武器类到最下面。嗯，有一个什么学徒武器匠的那个。哎呀，那个嘞，什么钢制还铜制的那个粗短棍，那个是奴隶桌，那个要做那个奴隶台子。刚刚杰克有做，这里好像没有，这里有吗？嗯，杰克有做，我找一下。杰克不见了。修理武器就可以附魔了，对？怎么修？拿那个这个有修理配件可以做吧？我看一下。哦。看一下，好笨哦。它有那个修补套件，或者是你如果是我看一下，一般的应该直接在身上修就好了。这个修不了哎、欸。要钢条跟皮革，还是你没有学到啊？它是在我看一下。对，应该是没学到。他是宗教吗？还是哪个？他是那个奴隶桌的那个痛苦之轮。对对，痛苦之轮，好像是比较大的痛苦之轮。解锁，好了。对啊，你拿钢条跟皮革就可以修。好。刚跑去打。有，我看你一直来回跑哎、欸，好远呢。皮革。啊，我去抓刚的炼金术，我刚弄到一个三级炼金术士。让他来做药水。有了，快多了。哦，有了。树皮跟浓水可以做油哎、欸。杰克怎么揪过来了？关台了是不是？对，你来他直接关哎、欸，好扯哦。好扯哦。无情关台。我还差一点会点花，我等下再去一趟。减二，哎呀，你吃饱了，吃饱了。跑出门，嗯，我的妈嘞！哦，你有派那个
挖矿都在那边走、嗯。他们在弄，挖矿的还蛮白痴的。他感觉好像卡住了。对，就是会卡住。看起来没气没气。就当放着而已，放着去收，放着去收。确实。去哪地图是哪一个粉红色的那个，但是箱子重生要好久。你说 boss 那些吗？就是我要拿灰莲花啊，灰莲花我们现在那个深的那个洞箱子不是会有，可是箱子好久才重生。靠北，差点掉下去。包不富吗？哎，好辣，还要修欸。你们穿重甲的话也可以，那个它有一个是减轻什么盔甲重量的，可以让你们包包不要那么重。我现在没弄，我想说等我去打大象再弄。新的重甲衣服，因为我缺头，就是生巫术的话，我有放头在那个桌子里面。敲啊敲啊！哦、哎呦哎呦哎呦，被猫压到。哇！哦，你从箱子拿头骨过来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打这个洞穴挖到。嗯，因为那时候看到大箱子里面有放一大堆风化头骨，我就扔进去了。嗯。好，我该过来。喂喂喂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有更多的灰莲花。这里打风化头骨蛮多的，这个洞。不是都骷髅头一堆吗？对啊，一堆骷髅头。他们重生很快，你打完一轮再重新再刷一轮。这也不会像那个、啊、沙漠迷，一次都一大坨。哎，对。这也可以一只一只慢慢打就好。就会升级了，怎么又是虫子？不要再给我虫子了！箱子开到的，对啊，就种不出来，一直给我虫子，我气死！你加了什么？还没。如果可以种得出来，是可以用很多，没错啊。问题是我们现在种不出来啊。嗯。哦、你在想明天要干嘛是不是？对啊，快想好了啦，我昨天就在想了，想说我们不是一大堆人还没去那个雨林那边设那个房间碑。嗯，对啊。然后设完之后再往上走。可以啊。对啊，把右边开始往上摸。
雨林那边没有碳的地方，好像会找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祭司。哦，很远欸。对啊，就在雨林那边，超远。超多，我还以为已经13个头了。对啊，大家都需要很多条。虽然我没找到我的灰莲花，莲花拿去晒成干，五个花晒成三个种子，一个种子可以生五个花。我知道，可是他要强效堆肥，我们现在做不出来强效堆肥。你看小雨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觉得很安全。卡进度，对啊，没办法，我们现在的区域还没有办法弄强效堆肥。要哪里弄啊？要去火山。哎呦，有拿到两个种子，其实还我默默做作业。没错，我去看新手教学怎么玩。然后就是玩游戏玩到一定程度，当你还一直在非常害怕一直被大家暴雷的时候，你自己先把自己暴雷完就没事。对，至少是我自己去找资料的，不是开台开到一半被人家暴雷。柯南家后面的有啊，上一半原本要找大家去，可是后来跑去其他地方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那反正也可以明天先去那边玩嘛，先去一下那边。好啊，这在哪里啊？柯南家就说后面就好了。他那个酒馆正后面。哦。那个我们也只有走一点点而已，还没有、嗯、还没有深度探险。好像就被我画面说，哎、欸，有猫哎、欸，就冲出去抓了，这样吗？没有，他后面就看到一个很深的，就是隧道的东西，想说，嗯，那还是等大家都到再打好了。嗯。上一拜跟波波看的，耶！不要再踩键盘了，哎呦！哦，两个可以了，我可以升级我的巫术了。够了，够了。我已经来这里来第三趟了。哦，有两个，好诶。我还顺便打了一只大蛇。要有料，17个。哎、欸，一个人是要几个啊？十个还是20个？忘记了。啊，我记得要蛮多的。
想说等一下再回去打个鳄鱼王，拿个鳄鱼王的宝箱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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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发呆哈，不是啊，机器人。我怎么一直发呆？治疗。哎呦。哎呦哎呦！好了啦，超多蛇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小蛇，再传一下布袋。箱子，无情的箱子杀手。这都有什么？我看大蛇的箱子，你说那时候在竞技场里面那个吗？对啊，他有箱子吗？好像没有欸。哇，我刚刚打一把钥匙，然后没有看到他的箱子。快，冲尖最里面哦，有是不是？嗯，再打一下。我说刚没有看到。啊！白痴哦，他叫我按下互动，就按到攻击梅西。哦哦哦！他说按一按下互动，然后我的老虎就往前冲了。冲耶！是什么？哎，有了哎，这次有双击。三手锤，哦，是三手锤，好耶！那我再复过来，不是是敲晕棒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想要练这只老虎啊，不然带不出门哎。等下很危险，出去死掉了。对啊。回家喽。嗯，看一下，算了，直接回家了。那谁大祭司啊？
这个是谁的？确实是一种互动，不是他刚刚就是靠近 NPC， 然后叫我按一互动啊，互动啦 啊就攻击了啊。哦，密特拉的，哦，密特拉好像不需要留诶，密特拉好像杰克还是什么？哎，打前面的就觉得血好少，前面那血超级少。我的老虎在跑，我的老虎在跑仓鼠轮。好，仓鼠那是哪里跑？啊，就那个、啊、那个村庄路口，你来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在回家的路上。我现在要找时间去打大象皮。嗯，不够多、哦。要做那个啊，防具、就是、厚皮革，对啊，做衣服。哦。感觉还是要去打一下。我等一下先关个台。好哟，没问题。我真的要跑回去好远。我应该要在那边再盖一个传送的。哎、欸，他跑完了。嗯，哎呀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什么都没发生。爱劳还能带魔像吗？不知道哎，试试看。哪一个？对，我这个不知道都满灯，几灯？二十灯。后面那个嘞？后面那个跑太慢了吧？很想的。哦，不行。衣服。哦，这真的要减五伤害的哦，是在哭是不是啊？六十灯呢？加十五活力。哦，难怪你被打超痛的。怎样？什么东西？啊、你说你那边、啊？他才15点毅力。哦。暴打一波哎、欸！啊，我这边先关台了。今天其实有点不舒服，哎。不然想说等一下继续玩那个。力量让他加84%再加，还是只有加86%？哎、啊，活力比较高。看一下哦，小雨、去巫师洞拿点东西。有一次奴隶弓手说他近视，所以攻击力视力很差，笑死。好了，我们去小雨台喽。把酒不喝了。好啦。先这样，抱歉的，今天不太舒服。